OK，我们就玩天气啊，天气。所以之前到底是怎么样啊？等一下，我先主线一下给你们看。不是不是，我们之前到底在做什么？先煮好了，然后等一下再跟你们讲一个重点。哦，对，我想起来，我们之前在干嘛了？我之前想讲四连字，我之前想讲到宠物啊。很想讲到这里吧？而且它境界已经可以预览嘞。摩托车是不是还没讲？啊，要先讲宠物还是怎样？啊，外观已经有了。Oh my gosh！那要怎么讲？黑曜石龙好了，我们先讲坐骑好了。哦，不要再管了，please！好烦哦！我觉得官方到底知道他的广播会挡到啊？那再是魔符好的万圣，魔符，其实我觉得，我觉得这个应该就还没讲了吧，但是，有一堆活动哎，先接起来。但很爱管玩家的名称呢，那我排行了吗？哦，但排行榜还没出啊。